调试完毕，随时可以开始。以后我也会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。只要在地上生活，就一定会有拿起武器的那一天。我知道。博士，虽然事到如今说这个可能有点奇怪，不过仅仅是完全信任别人就能这么轻松地完成困难的任务，真有意思呀。